Thank you.
张纸是放在我的 GoGoRo 上面。嗯，他快来了，他快来了，快到了。就是我在家上班一整天的 vlog， 我其实已经在家上班大概有半年了。那因为最近台湾疫情爆发的关系，越来越多人 work from home 了，越来越多人远端在家上班，所以我就想说借由这支影片这个机会来分享一下我之前到现在我平常在家一整天工作的样子大概会是怎么样。那其实像早上起来，我其实并不会特别去换一身别的服装比较正式的来上班，不会，我就是穿得非常的居家，而且有时候如果不需要出门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在家就是不穿裤子的那一种。那除非我有要出门，不然的话我也不太会化妆。然后现在疫情的关系，我在家一定会至少一餐叫外送，不是叫 Uber E 就是叫 Foodpanda。 然后今天在影片里面特别使用的就是无接触的送餐那个方法，就是放在门口，然后没想到我的 GoGoRo 就变成一个很明显的标的，然后可以让外送人就是放在那边，我再下去拿就好，付款也是用信用卡付款，这样就都不会接触到人，相对来说安全一点。那在家上班我不知道你们还习不习惯，我自己的话是已经习惯了，虽然有时候一个人在家上班会上到要发疯那样，因为你没有跟人家讲话，你没有跟人类讲话，你久而久之真的会心里很闷这样子。但是整体来说我还是非常喜欢在家上班的，因为你可以睡到比较晚，就是真的可以睡很饱，然后你想干嘛基本上也没有人会管你，你只要确定在这个时间内把工作有做完就好。像我想要午睡就跑去午睡，想要浇个花就浇个花，晒衣服洗衣服其实都可以去做。那不知道这场疫情还要持续多久，那我希望就是在家上班的你们越来越喜欢在家上班，或是你可以分享给我一下你在家上班你的影片，帮你来拍一支影片看看啊，我也其实蛮想看大家拍自己在家一天的 vlog 长什么样子的。好，那没事就尽量不要出门，在家也是可以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做啦，那就大家加油，然后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吧。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不要忘记
按赞、分享、加订阅哦。好，拜拜。